报给你。早晨啊，各位。早晨。哎呀，错咗乜嘢？错咗。系啊，咁啊，即系听众们都知道啊 ，Cindy 把声啊有少少几声咳咁样啊。诶，都咳咗好耐啊！我啲毒后嚟噶嘛，已经有已经传咗，传染咗俾个电台好多人啦，已经。闩翻出嚟啊！咁啊，大家都要保重啊！啲天气上好似早几日又跟住嚟个大风咁样，令到大家。啲雪柜嘅食物又好之类嗰啲咧，我冇仲有翻电嘅朋友咧，恭喜你！你又小心啲喎，坐正我对面啊！系，我冇所谓啦，我觉得我应该百毒不侵啊，开始。系嘛，我戴埋口罩啊！社长都濑咗嘢，哎呀，爆咗添！哎呀，好，咁我哋啊同阿赵博士打声招呼，赵博士你咁远啊，唔惊啊，传染唔到你啊，即系隔住个电话。唔系呢度有啲老个菌嘅，不过就传染唔到你嗰种啫，系咪？之前我感染了这个非洲品种的新冠肺炎病毒，我都已经够特别的了，是吧？那下的是。非洲品种我已经解拆了，是吧？拿到个数据了，是吧？十月那时感染了，哇，那几紧要啊。那些人就说，哎，你好啊，你现在有免疫。我说免疫是对非洲那只品种的，但是其他品种又不免疫的，所以要小心一点都是好。咁我赵博士你喺边度惹到啲非洲品种嘅病毒翻嚟啊？去一个都你记得啦，嗰次我咪去Watson 嗰度，咁佢哋嗰度有一个人又系即系想去嗰度啦。咁你知道呢啲咁嘅武林大会就系吸纳啲唔同类型嘅人入去，咁佢就系非洲嘅，咁佢就带咗佢嗰个非洲品种入嚟啦。嗯，系啊，系啦，系，所以大家都唔好谂住啊，即系都系坊间有啲。傳言啦、啊，就話中完之後咧，有一段時間嘅即係免疫嘅咁樣嗰啲，都係冇啦，時刻保持警覺，我覺得，因為大家而家嗰個心態又好，譬如流感上邊咧，香港有啲朋友都係啊，因為可以唔使戴口罩啦嘛，咁啲小朋友翻學啊，或者係即係生活圈裏邊工作咧，啲流感多咗。係啊，流感就多咗咁樣。因為大家習慣咗戴口罩咧，其實某程度上咧都冇以前咁犀利嘅啲流感。係冇錯，係啊。不過戴口罩有技巧嘅，好多人咧戴口罩咧，就喺嗰下裏邊咧又會摸下個鼻啊，有陣時啊間中拉佢落嚟講下嘢啊，嗰啲嘅喎，即係。我咪係。係咪？緊啦，啱啱。係咪啊？咁得意，系啦，拉个口罩，怕人哋睇唔到，即系你想个形你个口型啊嘛，咁啊即系睇到啲声音啊咁样，咁你就拉个口罩，咁就叫做 defeat 咗个 purpose 啦，即系令到咁嗰啲菌就喺嗰下入啦，仲有你个手啊摆上个面嗰度啦，咁啊变咗又掂嗰个口罩啊，咁你谂下又摆翻个口罩上去啦，嗰、那个啊摸下咧就会变咗有呢个问题啦。咁啊系，呢个又讲得啱嘅。你知唔知啊 ，Cindy 同阿何亨，你上两个礼拜同我讲呢个音乐嗰样嘢咧，就好多人就message 入去，即系我 Facebook 啊，有啲话哇，你叫 Cindy 啊，继续啊，咁我点叫佢继续啊？你头先第一样要等，咁我话得，我等我哋再。你意思系？咁佢唔系我哋唔可以继续唱，系首先应该攞啲数据嚟讲下。音樂咧，其實仲有啲咩數據咧？你有冇聽過啊？就係、是、有啲人咧，把聲咧講嘢好聽啲時候咧，佢哋做賣嘢嘅咧，又賣到多啲嘅，多過嗰、那個嚇、啊，多過嗰、那個。仲有啊，如果你唱歌咧，揦埋塊面嗰啲咧，同有啲人咧唱歌冇表情咧，調翻轉就係冇表情嗰、那個又好賣過，揦埋塊面嗰只睇到都唔開胃嗰種咧。嗰種咧，即係好似好辛苦，我望住你唱歌好辛苦，即係有呢啲咁嘅，即係你唔好淨係諗唱喎，你仲要諗埋你個表情啦，好多呢啲咁嘅嘢。咁究竟音樂對細蚊仔又會點咧？我又同你講下音樂咧，原來對細蚊仔咧，就用咩解釋咧？就係好似啲公仔咁樣，即係啲 stuffed animal 咧，有時啲啤啤啊啲咩咧，可以原來令到個細蚊仔咧有愛心，多咗愛心。即係如果個細蚊仔咧好多好多嗰啲 stuffed animal 啊，佢攬住佢有啲 teddy bear 啊，佢會咧令到佢多咗 emotional 同感覺對一樣嘢得意啊嘛。咁、哦、即係同個傾公仔傾偈啊，同佢一齊瞓啊，嗰、那個關係。小朋友係咁噶啊。嚇嚇！但係有啲人就話：，哎，你已經有一個公仔啦，你要咁多公仔嚟做乜嘢咧？啊，你又冇睇少啲數據喎、啊，原來發覺咧。
多啲咧係好嘅喎，因為佢會發表達到、發揮到佢個，你冇阻止咗呢樣嘢喎，咁得意嘅喎。咁就好啦，然後多啲嚟講，佢究竟佢係擺咗出嚟啊？經常同咁多隻公仔傾偈啊？嗱，本人咧屋企咧咁樣嘅，本人屋企個小朋友咧，而家係有兩櫃。兩櫃嗰個櫃係咩櫃咧？係衣櫃。哦，兩櫃嘅公仔又話好嘢。你真係錫佢喎，好啊，好啊。嗱，咁但係你而家有咗個數據啦，就原來個數據咧，因為啲公仔咧，即係有帶笑容，你都見到啊，就啲人咧會掛啲相咧，喺啲 B B 笑住咧，先至生個 B B 出嚟，個 B B 又會好養啲啊。你唔擺啲嘢落去咧，有啲數據又講呢樣嘢，有啲數據又講話啊，俾啲細蚊仔聽下啲 Mozart 啊，啲 classical 就會好啲啦。有呢啲咁嘅根據嘅，不過就冇乜人咧去再發掘佢係會點嘅。咁我就攞咗呢個研究，咁但係我哋未做呢一集啊，今日呢一集我就俾咗阿何亨睇兩條片，一條咧就係我個女細女得兩歲嗰陣時，咁啊我哋一齊去卡拉 OK 啦，嗰時未曾有新冠嘅嗰時，去卡拉 OK 啦，咁咧佢就俾佢睇到佢嘅爹哋，佢嘅爸爸係唔唱唔到歌，又睇唔到中文字，咁喺嗰度咧我就有個同佢傾一個偈，就話你睇下，你如果想學我咧。在這裡有個版給你看，又唱不到歌， 又讀不到字、啊、我 ABC 嘛，你也是 ABC， 我如果你想好像我那樣你就跟我，要是呢你就跟媽媽，媽媽呢 就唱得到，她就說是啊你不懂的，她那時候已經有這個性格會說話的了。我給何亨看昨晚一條片，因為拿了這個研究之後呢，她呢就聽多了很多歌，她呢就還聽到林子祥，咁啊，佢仲教我啲歌詞，願我會揸火箭啦，咁啊講俾我聽咧，哇，幾得意啊！佢識得用呢啲公仔啊、表情啊、乜嘢喺嗰條片度咧，即係同佢阿媽啦一齊去做呢啲嘢。咁你諗下，音樂嘅 power 咪喺呢度睇到啊？就係話，如果我唔攞呢個研究咧，其實係唱歌。阻住曬係咪？我阻住個地球轉，我有咁多其他嘢要做，係好集中，好易嘅咋。因為我做研究啊嘛，研究嗰啲人冇乜感覺噶，或者你就係咪？頭先講緊嗰個咧，都係幾係盛行喺呢一啲嘅軟件啦，或者係平台咧，一路唱歌嘅時候咧，就一路去會有啲 emoji 嘅。係啊，即係話你要跟佢個 movement， 就譬如有啲動作，做個心心啊，咁樣聲個 hello 啊，咁由手勢到 emoji， 咁跟住佢一路 count 住你個，即係搣到，即係譬如佢幾多分去到幾多程度咁樣。誒，幾好玩喎！係啊，咁呢一個都幾親子嘅嘢嚟。不過咁，趙博士，我哋轉頭咧，聽完講之後再講一講，喺呢啲運用呢啲軟件或者唱歌嘅時候有啲咩得著啊？嗯。喂，趙博士啊，完曬係41分啊！得，冇問題。呢啲仲類似係短嘅。咁你睇到就係唱歌唔係淨係，即係唔係淨係講緊唱喎，係會令到佢嗰個 literacy 啊，即係認識字啊，同埋啲字點用啦。哦，又犀利咗。哎呀，我聲都拆曬，冇聲啊，唱乜鬼啊？唔係啊，但係你知唔知道啊？你講到嘢啊嘛？你知唔知道唱歌好多人咧就話唱歌用唱歌把聲。講嘢用講嘢把聲，但係點解喺 Julia 度同 Anne Rodinger 講起咧？佢就話：哦，係啊，我都覺得係㗎。唱歌把聲同講嘢把聲有少少分別嘅。唔應該咁㗎。係啊，我係咩？原來係唔應該咁㗎喎。即係嗱，好多歌手咧，去到最高境界，成日揾你喺度表演咧，當佢用把假嘅聲，佢就出咗問題啦。就係、是、如果但係咧，你睇嗰啲粵劇嗰啲明星咧，我哋一聽就知道講嘢同唱粵劇把聲係唔同嘅喎。係啊，咁而家有幾多人聽粵劇啊？咁你睇下嗱 ，classical 啊，opera 啦 ，opera 梗係佢個成個概念都要唔同啦。咁而家啊發生咩事咧？而家好少人聽 opera， 即係話其實原來把聲咧。咁你如果聽，如果你去訓練唱歌，哎呀，你等等先，啊，開始啦，差唔多啦，等陣，哦，等陣啦，嗱，41分完曬，41分嚇，等等。哇！好有自信咁喎，都係多得雷景祥牙醫同我全口牙齒修復，同治理埋啲牙周病，我而家輕鬆曬，講嘢食嘢都冇問題，狀態好 fit 啊！雷景祥診所設備先進，每個員工都識講中文，離三環市30分鐘車程，地址 Dental 市520號 Legando Way 101室，預約電話925-837-2300925-837-2300。傳播魅力資訊，發出時代強音。
庆祝星岛中文电台启播27周年台庆晚宴，4月9号星期日傍晚6点喺东湾屋邻金茂丹海鲜茶寮举行，期待你嘅出席。美酒佳肴，节目丰富，届时有优质商户颁奖典礼、幸运大抽奖、主持人大汇演、超级餐券每人98蚊，十人台每席888，VIP 餐券每人118，十人台每席1088。查询购票请电6508088888。主办星岛日报、星岛中文电台，钻石赞助湾区专科种植及矫正中心田木林牙医博士，人级赞助嘉顿北家总代理新景企业、先锋修车行、喜悦搬家、翠月牙科中心、民警假期、美国华侨精神健康联盟、半岛餐饮集团、半岛豪苑、半岛明珠、月和轩、房地产资深经纪 Fion 游、邱海怡、Brandy Expo 建发石材。嗱，翻嚟啦！個個都俾面。好，繼續我哋咧，今日咧週末食碗面，今日唔食面啦，唱歌啊！係唱歌啊！咁啊，唱歌有啲咩帶動到咧？即係唔係嗰啲咩 lux 啊，嗌杯咩嘢飲啊？即係而係唱歌，我哋應該係清唱啊！定話唱嘅時候，我哋仲有冇啲嘢可以做到令到？即係大家開心啲，又或者個親子關係好啲啦，趙博士。嗱，你一唱歌啲數據咧，真係多到不得了。即係如果你真係去揾佢咧，你會發覺咧，首先對小朋友啊，佢個學嘢，佢個 multi-sensory， 佢感覺，佢個 literacy， 即係佢識啲字眼邊度用啊，啊，同埋佢仲有頭先你講起嗰個手提。啊！嗰啲智能手機咧，佢哋可以加咗 emoji 咧，即係睇你點用嘅啫。你可以令到個小朋友咧，哇！原來可以喺嗰下裏邊多咗感覺對首歌，係咪？係啦。咁但係當然，智能手機有好多好多其他問題啦，即係話啊，成日喺裏邊玩打機啊，或者喺度唔做嘢啊，睇你點用佢嘅啫喎。睇你點用佢，即係好似以前咧，以前有啲有線電話噶嘛，有啲人咪成日煲住電話粥嘅。咁但係有啲人咧攞有線電話嚟揾食噶嘛，佢唔同噶嘛，睇你點用佢喎。咁你話可唔可以即係翻翻轉頭咧？通常啲嘢就冇得翻轉頭嘅，通常啲嘢就只可以咧繼續向前行嘅啫。咁啊，音樂咧最奇怪就係以前啲人教咧就話唱歌把聲咧同埋講嘢把聲咧，梗係唔應該同一把聲啦。是不是这样教？特别你唱 opera 啊，这样应该是不同的声音。那你看看今时今日 opera 变成怎样？是不是还是很多人听啊？因为很少人听啊，是不是？譬如以前刚才 Cindy 跟我在那个 break 里讲起、Chinese opera 啦，就係、Chinese opera， 咁啊變咗嗰時又要好多 twang， 即係把聲咧要咁樣講嘢嘅，咁啊咁樣唱歌嘅，咁樣咁即係咁樣捻住把聲咧，其實係唔係一個自然嘅聲。咁喺 Julia 裏邊就發生咩事咧？就講起呢個問題啦，就係好多歌手啊，原來去到即係當佢出名，跟住係咁要表演，係咁要表演，而佢用個假聲去表演時候，即係唔係講嘢把聲嚟表演咧，表演得多咧，反而嗰度出咗問題。是的，出了问题了，不过少讲而已，因为 你见到他、做做下表演之后就停了，不做得了，不讲的嘛，讲了出来就影响了，所以通常就收埋的。但是呢在那个、就是那个学院里面呢，就会看到就是很多人呢，他的姿势啊，他的摆位做得不好呢，他做 我就问了，其实需不需要就是用可不可以用讲嘢把声而变到唱歌把声呢？因為橫掂你講嘢多定唱歌多啊？咁如果你講嘢把聲變到好聽嘅時候咧，原來你又做賣嘢咧都賣得多啲嘅喎。哦，咁啊係啊，做 sales 如果你把聲咧係啦，帶老牛聲咧就唔好賣嘢啦，係嘛？但係仲有喎，有啲係啦，嗰啲傳銷咧即係好多噶嘛，係啦，今日特價得啦，今日特價咁嗰啲咧，係啦係啦，嗰啲好犀利。所以把聲好緊要。你哋已經係啦，你哋幾喺得電台度，你就把聲靚啦。咁但係如果你喺電視度咧，除咗把聲要好咧，個樣咧都要配埋把聲嘅。如果個樣同把聲唔對咧，即係講緊啲好温柔嘅嘢，但係你個樣睇落去好唔舒服，掹曬啦，咁又唔得嘅。
唔得噶喎，啱啊，系啊，系啊，即系连个收入都争好远噶，即系咁讲，我哋啲前辈嗰啲咧，你做开 TV 嘅主持咧，你去翻做收音机咧，冇咗个 fantasy 噶。嗱，即系以前咧，嗰啲播音员咧系唔俾样你睇噶嘛，出嚟噶嘛，系啊，咁你有个幻想噶嘛，系啊，而家又唔得啦，而家因为多媒体，诶，而家网络世界咩都话，即系我哋迟下都所有嘢要出晒镜嘅，系啊，所以都要置翻个妆啊，唔系，但系始终有个好奇。始终有个好奇，譬如好似头先林子祥嗰个愿我会揸火箭，究竟阿 Cindy 唱系咩声啦？阿何铿唱又咩声？你会好奇噶，你会好奇噶。咁而咧，需唔需要到唱到首歌咧，系唱到好似阿林子祥咁唱法？定话其实咧，你可以唱你嘅唱法。咁你睇一个数据，呢、这个我哋就讲数据啦。有98% 嘅人，98啊，喺全球里边咧系唱到歌嘅。但有70%+咧，係怕喺出邊表演嘅，即係登台啊、表演啊。咁但係你諗下，當你 hit 到98% 嘅人咧，原來係唱到歌，只不過你要令到佢知道就係話，哦，唔使咁樣唱法，你哋已經立曬㗎，立曬成個 audience， 因為佢其實佢最擔心就係話，我學唔到你咁唱法啊嘛。而家都人，而家啲人係要自然，而家成個趨勢係走自然㗎啦，就係話唔使用啲假嘅嘢。有一句英文就話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， 嗱係咁啊，就扮住佢先啦。但係有另外一句英文字咧就話 you only live once， why lie to yourself？ 你淨係活一次，你做乜嘢要扮嘢啫？做乜嘢要假啫？唔好假，唔好呃自己，練好把聲。咁而小朋友初咧，如果你係俾佢嗰個即係有個膽啊，即係係 OK 嘅，唔緊要嘅，你做翻你自己。你當啲大人都係小朋友，就係、是、其實唔使擔心，唔使驚嘅。你係要，因為點解要唔驚咧？另外一個數據啦，就係、是、當你匿埋啲音樂後邊。另外個數據，不如我哋留翻下個星期先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因為我哋有留翻啦，留翻。一個禮拜真係嗰啲時間過得太快啊！好啊，好啊。同埋仲有個聽眾問咗個問題，我哋轉頭就下禮拜問啦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OK， 好啊，好。嗯，拜拜。下禮拜見。下個禮拜見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阿赵博士有人问问题、哦、你好啊，我影咗相，阿何铿影咗相俾你睇、哦，系咪啊？哦，好啊，好啊，我睇下先啊，睇到睇到，我讲唔到嘢，我插晒啊，迟啊，下礼拜先同你慢慢倾。哇，但系呢啲中文我睇唔明噶、哦，你要翻译翻俾我先得喎。中文噶、哦，系啦、啊，你翻译咗先啦。哦，嗱。他就問，他說買了一些菜回家、嗯、用鹽水洗還用酸洗，酸是什麼？酸水洗、啊、那醋啊，什麼叫酸水？酸是醋、哦、啊 okay, okay, 你不煮飯的嘛、啊、他說用鹽水洗還用酸洗，那正確應該怎麼處理、啊、這個就是他、其實每個不同的農藥呢都有不同的，留下我們下星期才解答，又留下，當然留下，現在都說不到、哦、但你想想，其實那問題和那個剛剛剪得好，因為剪了反過來就是、哦、大家很想知道究竟另外一件事是什麼，下個星期我又忘記了呵呵，我忘記了、我告訴你就是、你想想，其實 你唱過歌，你有沒有聽過有些人呢是唱歌是不用抹大口的？哦，有啊，系啊，系啊，听过听过。系啦，咁而咧，佢通常有只公仔喺隔篱咧，就掟咗把声喺公仔度啦，啲叫 ventriloquy 啦，就系可以唔使擘大把口噶、哦。我听过。啱啱就系对抗咗啊，嗰啲 opera 话要最紧要擘大个口啊，擘到咁大啊，得咁大，系、哦、啊，系啊，系啊，你讲得啱啊。咁你谂下，咁究竟边个系啱咧？咁一睇个 ventriloquist 表演，你就话哇。呢啲好緊要喎，究竟佢話點解可以做到咁樣嘅？點解原來可以唔擘大個口，都好似感覺上可以唱到唔同嘅歌？呢啲咧，所以音樂咧最大問題就喺比賽上邊啦，就成日話邊個唱得好聽，邊個、其實咧音樂係好多嘢發掘噶，就係咁咧喺 Julia 佢就要我哋咧鬆咗個喉嚨啊，或者你擺個手喺個頸後邊，當你同人哋講嘢記得啦，擺個手喺個頸後邊。咁當你咧同緊嗰個人講嘢，如果你嘅頸係壓緊起上嚟咧，你知道唔好同嗰個人講嘢，因為你個頸係唔應該緊噶嘛，同緊人哋講嘢。但係如果對方係令到你頸緊咧，
或者你同身佢講就會梗咧，你正正佢先，因為咧個頸梗唔梗同你講嘢咧係唔應該有關係嘅。哦，係啊，下巴又係啊，下巴咧唔應該咧去，好多人就話啊，唱歌唔好用個喉嚨。咁我就但又問一句，你聽過啦，係啦，係啦，咁咩、啊、叫做唱歌唔用喉嚨？佢一定經過喉嚨噶。嗱，我講嘢咧，梗係會經過喉嚨啦。咁哦，咁原來佢話唔好用喉嚨喎。又咧，咁你係咪應該教唱歌啲人咁講噶嘛？係啊，但係你係咪嗰個字眼啲問題咧？唔好用喉嚨，我講嘢梗係要用喉嚨噶啦，我喉嚨梗係喐噶。佢係想講咧，話啲肌肉唔好攣住個喉嚨。咁我就話我不嬲啲肌肉都冇攣住，其實你所有肌肉都唔應該攣住嘅，塊面又冇攣住啊。譬如你睇周慧敏啦，唱歌啦，佢冇攣住塊面嘅，你唔會睇佢攬埋塊面嚟唱歌嘅。即係你諗下，即係最緊要係嗰個。你係唔需要？周慧敏下個月過嚟喎，係咪啊？哎，好啊，咁啊，你可以，如果係 time 到嘅，就揾一集去講下呢啲嘢咯，同佢係咪？即係你問下佢點解你識得？佢未必會上嚟嘅，係咪啊？唔係啊，你問下佢點解咧？有主辦單位搞噶嘛，佢唔一定上我哋電台。哦，通常咧賣到飛嘅就唔會上嚟嘅。哦，賣唔到飛就上嚟啊？賣唔到就上嚟宣傳咯，係咪啊？係咪啊？好得意嘅呢啲嘢，咁所以你諗下嗱，呢個皺埋塊面，亦都識得 relax 塊面咧，就真係分別到咧邊個會跑出嚟啦。因為如果你揦埋塊面咧，冇理你唱唔唱到歌先，揦埋塊面咧係人睇到都唔覺得唔開胃嘅，好奇怪喎。喺十個裏邊有十個都覺得唔開胃，睇睇下就啊睇唔到頂唔順啊咁樣，咁啊除非佢好愛你啦，你攬埋塊面都唔緊要啊。但你會睇到即係肥同瘦又唔係咁大分別喎，即係好似貓王肥咗之後啦，變咗 fat 貓王咧冇問題喎，但係佢冇攬埋塊面啊，攬埋塊面咧喺我哋人生裏邊咧去翻好原始嗰段時間咧係頂唔順嘅，即係你會覺得有。即係惡性啊，空，即係好似好唔得啊，頂唔順啊！呢個咧，所以個 look 咧係好緊要。同埋你學你如果想諗下咧，點解啲人合埋個口玩 ventriloquy 嗰啲公仔咧，竟然可以掟到把聲？點解竟然 opera 會話擘大個口咧？會唔會有啲出入喺度咧？啲數據又點講咧？呢啲咧就係、是、我唔記得下個禮拜記唔記得㗎，因為個個禮拜都唔同㗎嘛。啲嘢情況都唔同啊！我提一提你哋加州啊，仲有好多問題啊，爆銀行啊，你話呢個係啊係啊，你諗下，跟住爆銀行啦，好啦，跟住有個叫 First Republic 咁啊，救佢啦，$30 billion啦，點不知嗱，我就個樣同埋把聲唔對咧，有陣時啲嘢唔對咧，就係點不知啲人而家仲驚啊！而家啲大銀行擺曬啲錢落個細銀行嗰度，如果再爆埋咧，咁啲大行銀行又冧埋，即係啲人咧。唔會嘅，大銀行唔冧得嘅，政府一定會出手。係啦，咁但係如果萬一政府又冧埋咧，即係人可以諗下就繼續諗落去噶嘛。所以咧，宣傳。我唔同你講得啦，你又要翻去啲嘢啊！好，我要搞新聞啊！好，你做新聞啦，咁就啊，你真係多嘢做。好啊，希望你把聲舒服，快啲好翻，喉嚨好翻啲。我哋而家疫情過後，啲人排住隊放假，所以少咗啲人翻工啊。哦，想你講多咗啊，所以搞到整傷咗把聲。你多啲休息。唔係整傷，我感冒啊，我大感冒啊。感冒係啊，哇！咁你休息下。都冇得唞啊，都要翻工。都要翻工，犀利真係。冇辦法啊，我都唔想翻啊，但係少咗啲人翻工啦嘛，已經。你唔可以講呢句㗎，你話唔係啊，我病都好中意翻㗎，我係好中意翻。唔係啊嘛，唔可以為心而論嘅。哇！真係好啊你。好啊好。下禮拜同你傾，我下個禮拜傾。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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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下個禮拜我記不記得講這些數據，但是呢音樂和 Child Brain Development 還有音樂呢是令到我即是怎麼鬧得出小朋友，即是變成是 你就算惡都不惡得太久，你也都不會令到你很多自信，因為你不會自信爆棚的，特別我和那些女兒去講唱歌，昨天她還教我的歌詞，因為我沒聽過啊！願我會揸火箭，我以為係原來會揸火箭，原來唔係原來係願我。咁佢哋就教我啦。咁調翻轉就係當個小朋友教翻佢個老豆啲中文字啊，呢個係叫做乜嘢咧？叫做係冇咗個 ego， 即係你會覺得啊，你會俾佢睇到你個軟弱嗰方面。
咁然後咧，佢又教翻你，即係同咧，即係譬如睇書，你讀書讀啲書俾啲小朋友啦，夜晚黑讀俾佢聽啦，係好好嘅。但係調翻轉係，如果個小朋友讀本書俾你聽啊，仲好啊，因為佢攞本書讀故事俾你聽，咁佢就要練得更好啦，同埋佢要好似頭先阿何亨講啲 emoji 啦，會令到佢啲表情啊，同埋佢表達功能更加好啦。咁既然咧呢啲嘢咧係會令到佢啊論文啊數學啊，通通都即係全面好多啊做人。咁呢樣樣嘢咧，多啲包容音樂啦，同埋多啲包容。音樂當然要睇好多樣嘢，咁你睇埋啲歌詞啊。啊，同埋佢啊嗰、那個佢講嗰個意義喺邊度啦？喺我人生裏邊，廣東話嘅音樂咧，就令到佢哋啊，同埋英文嘅音樂咧，令到佢哋多咗接觸點樣用啲啊字眼喺一啲啊配搭啲字裏邊啊，令到佢多咗嗰個文化個文化嘅欣賞，就唔係淨係去啊識得啊講下佢啊呢啲 development 啊，好重要好重要。我哋大人都可以用呢樣嘢。而當你帶到去醫身體細胞咧，呢樣嘢就我最有興趣啦。就係、是、既然咧，原來咧有啲人咧用咗音樂可以影響佢去吸收好咗啊，影響佢對人生意義意思多咗啊。咁喺 sports 你會睇到啦，就係、是、有一部分好大部分添啊，係講佢個 mind 嘅。佢只要嗰個信心喺度。他就會做到他真正他自己想做的那樣東西，而他那時候 就拿了金牌了，比賽了，就差很遠了。在那個情形裡面就是個 mind 咯，所以音樂呢可以、影響情緒啦，可以影響個 quality 是怎樣啦、不要看小音樂。所以這樣東西呢，還有是不是個 technique， 個 technique 是哪種 technique， 你會看到就是唱 pop 唱 rock唱 opera， 全部嗰啲門派咧都有講唔同嘅嘢嘅，唔同個角度去講。咁但係比起 ventriloquy 咧，呢樣嘢就係我話用個公仔，然後掟把聲入去裏邊咧，咁又點樣咧？好多人唔當嗰樣係音樂嚟嘅，但係喺音樂界最高境界裏邊咧，係教啲歌手啊去 relax 翻把聲，唔好攣住啲肌肉啊。用錯肌肉或者用嗰啲肌肉啊，你根本上係由裏邊發表出嚟，經過個喉嚨，唔好攣住個喉嚨啦，經過個喉嚨把聲出咗嚟。而你想轉嗰啲聲音咧，就只係喺塊面嗰度轉嘅啫，啲面嘅肌肉啊，個口定係點樣拉啲肌肉啊，呢樣嘢咧係好得意嘅，好得意。我繼續研究緊，咁所以咧有嗰啲嘢就講俾大家聽咯。最後的數據了，就是有 50% 的人在美國是離婚的，50%。 但你有沒有估到呢，就是剩下那半呢，如果問他，他會不會選回同一個人去結婚呢，有多過八成的人是選回同一個人去結婚的。所以你如果只是看我好害怕啊，原來呢離婚呢嗰咁咁個 percentage 咁高喎，50-50喎。咁但係你如果話咁仲搏唔搏啊？梗係搏啦。最緊要係揾啱人，同埋咧啱之後咧，就大家去再栽培啱嗰樣嘢，去到最高境界。原來有咁好咁美貌嘅結果嘅。原來結咗果咧，有80% 人會揀翻。咁仲有一個數據啦，就係話到底人咧有幾個老婆啦？呢、这個世界仲有啲咁嘅地方，你問佢哋時候咧，你問翻佢哋咧啲數據，你會睇到咧就話啊，應該其實你有三個老婆啊，四個老婆，應該其實最 optimal 係有幾多個老婆啊？你估都估唔到，個最大嘅答案就係零。既然原來多啲老婆咧，那個答案係揾唔到啱嗰個，咁就問你自己啦，究竟係佢找多些老婆才找到啱嗰個，定話因為佢有多過一個老婆，而佢個對嗰個老婆嘅時間係少咗或者唔同咗，咁所以嗰個對象咧，俾你嘅嘢調翻轉，係咪又係少咗或者唔同咗咧？如果你淨係對住嗰一個，會唔會最後原來有佢 reach 到個 perfection，
而多冇用，因為多咧，佢哋只不過係會溝淡咗，同埋溝到唔同咗嗰個感情裏邊咧。呢啲就係我哋數據可以睇到嘅嘢啦，就係你睇你點問，同埋睇你點睇一樣嘢。好啦，下個禮拜再見啦，拜拜。